台湾不管是灌溉大排，或者是一般排水沟边啊，拢会设置护栏，防止用路人无设立落落。但是山西乡东兴路附近的田尾大排便道边啊护栏，煞因为路面维修拢无抛除，直接铺新的路面，造成护栏是愈来愈低，和原本80公分宽的护栏只剩下5公分。官员赖清美呼吁相关单位尽速来改善。山西乡田尾大排便道南麻坑河那只剩下大约5公分，已经失去原本的作用。但失踪的河那到底去倒位了？原来全河新铺设点啊，甲路面砍掉嘞，造成河那是愈来愈低。这条田尾排水吼，啊，咧河南你来看吼，年久失修，悬的甲低吼，差唔多50公分啦吼。啊，你啊看这有阵啊风台大水来，啊是水流强的时吼，有阵啊水嘛捌入马街的迄路吼。啊，所以咱的用路人根本都唔知影讲这路面啊是河南伫倒位吼，非常的危险。有阵时安尼撞落去沟啊底吼，啊走沟啊底就害啊，安全一定爱顾好吼。所以咱会请咱的县政府吼、水资处吼，较紧来想办法。这个伤低的护栏是毋是爱紧甲做关起来吼？啊，以后咱的咧控制路面的时，是毋是爱甲伊抛除？毋通按一层，搁一直甲踢落去吼？啊，愈来愈悬。啊，地主啊，这路面这甲迄、那个这护栏呐，相差才一丝丝啊尔。啊，所以有阵时啊，咧货车啦、摩托车啦、车辆啦，拢非常的危险。这必须咱县政府注意的问题。这条便道已经开设10多年，但是大家来维修道路工程单位总是以上悬的所在为标准，中铺路面，造成较低路面的护栏不断被求低，规条路拢会当看到这个状况。山西乡民代表会主席王水波表示，进前就民众无设立车好，落入大排死亡。关于这条排水的这个护栏哈。啊，之前管府讲要来甲咱做啊，啊，到即马嘛拢也无来啊，因为即个道路遮出入的人嘛真侪，啊，为着安全哦，咱希望管府这边啊赶紧加强来甲阮做啊好啊，哦，好在咱在百姓哦行车会非常较安全，安尼较有保障啊哈。赖清美议员表示，安尼铺设道路的方式实在是上凊彩，希望相关单位尽速来将道路重新抛除，或者是调整护栏宽度，好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会当更加有保障。新中华新闻李明宏山西采访报道。